啊，现场观众非常的热情的。没错，那我们知道呢，邓超呢，今天在我们颁奖典礼的舞台上，也是身兼数职。我们期待他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。其实我们常说呢，竞技体育与电影一样，都是最极致的美学。电影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带观众回顾了中国体育梦之队从低谷重登辉煌的往事，用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体育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以创作铭刻属于祖国的奋斗与荣光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又有一组朝气蓬勃的队伍来到我们的红毯上，让我们欢迎电影首导人古田俊浩剧组代表踏上红毯，欢迎大家。欢迎两部影片的导演陈立，首导人出品人孟庆峰，主演刘烨、龚哲、张一山，古田俊浩出品人刘朝群，主演王志飞、吴斌、张一山、王仁君，作曲居文佩。好，再来一张，欢迎你们。请问影片首导人在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中获得优秀故事片奖提名，首导人王继才扮演者刘烨获得优秀男演员奖提名。首导就是首家，国安才能家安。